今天天气好了，继续去说一下鳊鱼啊，走一走啊。老板好。好农活啊！今天打个锁打完才有。我们就打完啊，不打完。你们跟老何去什么？和该出的家也没有了吧？哎，你们跟老子现在看好国家了，家给接到我的，反正也搞家回去了。有没有好的事情了？有，反正有，我们这些往这看了，好吧？往这看看了。有没有好的事了？到哪里了？农田能够发表一下啊？有。你把手摸进去了？这边啊，银鳖啊，螃蟹啊，老猪皮子啊，老酒啊，什么东西都收。看你有什么东西要发表吗？发表嘛的，这样个，人家就给你跟手术聊那个一块镜子，镜子可以要来看吗？看，我去想你哥看行的到没到？嗯，好了，啊，好了，好的，价格不叫你吃亏了啊。价格，你个人一个金，我还是不给你买，你拿它去走噶。去走噶，这也可以买的，价格也是去走，也是可以话也可以，价格可以去走，反正我你开心了，反正我的满意了，反正去到满意再卖了。那个，去看一个了，去看一个。好的，好的，你拿给我去拿一下了，啊，麻烦拿一下看一下。那我看行的到没到啊？好的，等一下啊，现在不叫你吃亏啊。老板就好啊！这个是应该这样的调好那个一个五万东西了呢。哦，对对对，啊，这是一个铜镜。嗯。应该是调好了，我的钢哥，我的钢哥，钢哥给收到个。这个东西还可以的，应该是一个明代的。这个应该是一个明代时期的铜镜，那这个年代也比较久，东西还可以，品相相当的好。这个价格怎么弄？价格我们反正每年去做，每一次做一次都100块钱。哎，对对对啊，你现在是真的，做一次都100块钱。每一个一般都有些结婚的，有人拿的带来去做的话，100块钱，对对对，嗯、一年有多的，有人结婚的话，一年搞个几百块钱也没问题。啊，是个铜镜啊。嗯，这个你一卖的话，给你买去了，你多少钱了？你个走不碰河嘛，走我走走去好那个东西啊。你可以交易了，搁交易卖，这个你。因为我们那是搞博物馆的，看到老东西又喜欢买，所以呢，价格的话，我的可惜，我的要愿意嘛，是不是？讲得好的话就，反正不叫你吃亏了。我走其他东西我的爸要啊，你伯伯要啊，我的伯伯要，我伯伯以前接的跟着说的是这个道士家家哦，对对对，啊家对，要可以拿去看嘛，在家里嘛，在他在家里啊，他在家里，我可以帮你看一下啊，可以那可以，要他拿来看一下可以嘛，顺便一起拿钱了，可以嘛？那钱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他卖不卖，反正他那个东西是很老了，太老了。还有没有其他？其他东西有就是有，但是不卖现在。这个不卖啊。嗯。这个你应该也多了呀，肯定也还有啊。我也相信你们大老板。有，肯定有。富裕人家啊，你们是肯定是富裕人，富有人家有，肯定什么东西都有。走势还是搞得蛮好的。啊，对对对，是。嗯、啊，多了这个我也很感谢你啊。多了你也看得起我，都在拉去，再把这个卖给我。但是价格的话，看能不能讲好。嗯，给你卖给我，你觉得好都业绩了。我说老板你先摸准了这个你最少七八千块钱了，七八千块钱的不能这么高，没有这么高。这个我跟你讲啊，五个了，讲个六十万，这个按规矩的讲，现在数学火星不太好，那是东西还可以，多的又是数学火星好的话呢，我们以前有七八年前卖了多少，这个卖个2-3千块钱也可以嘛，但是现在数学火星不好了。一个2000多块钱还可以敢要，
2000多块钱左右。2000多块钱，这个鸡蛋了的嘞，走数都走数嘞，对对，这个你也搞清这个问题了，但是不知道走数到底是哪个走数丢下来的嘞。这个我跟你讲，可能有个几百年，有个四五百年左右还是有。反正几百年我也搞不清楚，反正这到我们手上就是两三代了。这个2000我给你出个十三件了，好吧？你多少你也多少看得起我的，你肯定拿给我看啊，多少有些。要是不买的话，都是看后都看不到。这个你先谈一下价钱，看看均一不了，均一不了是，要是均一的话，也许我会考虑卖给你。你说一下呗。这我给你一个最高价格了啊！多少你愿意买就买了，不愿意多少也没办法的啊！多少啊，不然叫生意不在诚意在啊！我给你一个最高价位，我也都怎么讲了，我也要赚钱，给你2600块钱。2600块收了啊，差不多了。这属于3000多了，三千多也不敢。这属于3000多了，我爸爸说他说要7000-8000嘞，7000-8000的可能估计不要这么多嘞。这属于3000-4000块钱了。三千都卖不到，我们卖不去，真的卖不去。你说等一下可以，好了，要不还去给你加2000-2500块钱了，2800了，你又不可以，你不卖就算了。我也反正我也赚点钱。3800，我跟你讲，3800，3800还不敢要，3800不敢要，你真的。3800了，我跟你讲啊，到时候贴补你都可以。我也觉得赚点钱，我贴补你都可以。贴补我？你这个你爹买了去了，你来都不会来还贴补我的？我天天在外面收，我也见过，我不管的了，我不骗你了。那你怎么可能还会再到我这里来？那不能啊！只要你东西我干不了多久我就来。真的，我下次我要赚点钱，我给多你一点。真的，我别人在家说，现在我在家里待也不好啊。我在外面有货的话，我也是要挖，我得把这个东西啊延伸下去嘛。我要把所有的东西挖。或者挖掘地和文化嘛，三千带一点，你三千带一点，三千带一点，你就也卖给你可以。好了，大家三千零八，大家把要不要加三？那个花，那个花一点嘛，3008，你可以的话有拿钱给你。好了，大家啊，那就好，感谢啊，对了，那就感谢，好吗？下次反正我赚点钱我再来，你反正你好东西应该你肯定是有的啊。我只一个了，卖完这个我只一个了，还怎么卖啊？你有了，肯定有东西，我知道里面是会有人家，肯定是有的。好，感谢啊！有机会我下次再来啊。好，你反正昨天可以的话，你下次再卖给我，我赚点钱我也再来啊。我还可以支持，有机会你可以去我们大雄达那里啊，去我博物馆查看啊。欢迎你到我那边。你下次来了再说吧。我怎么知道你会来嘞？下次来了再说。我绝对会来啊！我欢迎你去我们那边做客，好吧？啊，好了啊，好了，老板发财啊！到时候我们在大雄山旅游，打你电话。啊，你可以去大雄山，我们是大雄山。博物馆了啊，你回来啊，欢迎你来指导跟着啊，好，对了。